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苏联就为您呈现的水源视频。很久没录视频，因为太冷了，因为我自己都干了，太冷了。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东西，我直接先把糖给吞了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呢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有很多啊，今天介绍很多东西。首先这个，你看啊，这是迷你土耳其烟锅，这是大号啊，这是正常版的迷你烟锅。你看啊，它的深度啊其实很浅，但是抽起来还可以哦，烟量很节约。我给大家试一下，哦，看一下它能装多少烟量。大概你看这个是这种手卷的锡纸，这种锡纸挺方便老说，特别是适合这些特殊的一些烟锅，比如说它很小，例如说你要围城来做一个那个防风罩，锡纸防风罩，那么用这种卷的呢就特别好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撕一张，这一卷20米，有的卖，微店上有的卖。然后你看啊，我们把这个，我们把烟料全部放在这个锡纸上，然后称一下它的重量。好，你看都没有了，你看全部都在这里了，好，我们打开称一下哦，5.6克，就说这个烟锅只需要放5.6克就可以，说明什么呢？你50克的一包烟可以抽10次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抽10次。好，我们放回去啊。哎呀，这个展示的地方有点挤。当我这个烟料啊刚刚烤了大概1分来钟，所以它可能会去掉了一些水分，我都没有搞湿它，因为这个东西，这烟锅太小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小了，挖个坑都不合适，直接松散了放就差不多了。你看，放好了，然后我们盖上锡纸，对吧？你看锡纸盖好了，盖好，然后插孔。我是专业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很快。我还能插一个字出来。好，差不多就行啊，你看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其实没关系。好，然后我们介绍另一个东西了，转换器，这是专门阿尔法后壶用的一个转换器，新款老款都可以。就是说你有这个转换器以后呢，你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，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破了，或者说你会觉得这个烟料放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换这个，而且你用了这个转换器以后可以放很多很多烟，各种各样的烟锅都可以。你看好了。然后呢，当然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加厚的胶套哦。好，你看插好了，然后我们放碳。好，我们又有东西介绍，今天东西比较多。棒棒糖，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，那盖在这里，就是盖在盖在烟锅上的。有什么好处呢？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让碳充分的接触氧气，而不至于碳直接放在锡纸上氧气不流通。你会发现你抽一会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它是黑的。因为为什么黑呢？因为没有氧气啊，它没有充分燃烧，所以它就黑的。这样子会有些客户抽了会晕啊，有可能是这个原因，就是说碳啊它没有充分的燃烧，然后你抽了，然后就一氧化碳中毒，或者说就是说一氧化碳吸入过多，然后你就会有点头晕，这样子的。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，你会发现你翻开来的时候啊，哎，下面还是红的，至少它是白的，不是黑的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看哦。首先我们不用这个哦，但用了这个以后呢，碳的
用量可能会增加，因为它隔绝，它有一点点距离保持，就间隔了一下。那么间隔了一下会导致什么结果呢？就是烘烤就没有像之前那么充分，所以呢就比较费碳，比较相对比较费碳。但是它有一个好处，就你看，我们不是说我们的教程不是说烟料跟锡纸不要碰到嘛？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碰到也没关系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有厚度，你看它有厚度的，它有厚度的。那么这东西有厚度以后呢，它就相当于你烟料没有碰到锡纸，道理是差不多的。那我们不用这个试一下哦。好，他讲。好，我们又有介绍，又有介绍。这个哦，以前介绍过原片的慢燃炭，很便宜，15块钱包邮，微店上有的卖，100片，挺合适。然后一片能抽大概20到30分钟，已经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你看，这是点好的啊，你看这是点好的，然后你看，我看一下放一块行不行啊？放一块应该不行，刚开始可能可以，我应该放两块，那放两块，放两块，然后等温度上来以后，我们再放一块。好吧，温度上来的挺快的哈，你看出现大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还是拿走一块，好，我们只抽一块。你看这个碳哦，你看是不是黑的？看到没有？你看是不是红的？对吧？好，我们放上去，对吧？烟多，是不是烟很多，对吧？挺好吧？这个烟锅因为烟料放的少，然后它面积比较小，一块碳就足够了。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哦，你看，黑的，对吧？黑的，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了，喂，棒棒糖，棒棒糖，盖在上面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一块碳呢就不够了。明显不够，因为它有距离了，但是你看有点黑哦，还是有点黑，我们先把它吹红。红的，对吧？我们放上去。不抽烟，对吧？但是，还是有点黑。如果你们用那种别的碳，就会看得很清楚。我等下给你演示哦，等下给你演示。我们放两块，两块可能不够，要放3块。而且这个棒棒糖啊，可以配合着用的话，可以放3块。你看，放3个角落。那你看啊，这个棒棒糖，你看，这里放一块，3个角落放一块，那么烘烤就会很均匀，然后呢，热量还不至于很高，出烟会很大，而且又不呛，特别好。好，我们试一下。好，我们发现热量。液量不是很够，那么我们靠近一点。好，液量来了，但是还是不够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就是已经靠得很近了。等它温度上来以后，我们再通过距离调节它。对吧？你看是不是上来了？
对吧？对不对？大概就这样。然后你觉得呛了，或者说，怎么样了？你看还有个好处，哦，呛了的话，你就可以，你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对吧？很紧的时候热量很高，好，分散，热量就下降，这样的调节挺好的。然后还有个好处，你看，它有时候我们的炭灰不是一般都结块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灰了以后啊，我们上面其实不需要有太多炭灰，你觉得炭灰多，你看。当然地面有人要扫地哦，有人扫地，你看，然后我们再放上去。就介绍到这样子啊。今天介绍的东西有点多，我们温故而知新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曼然的原片炭33直径，一盒100片，特别实惠，相当合适，相当好玩啊，不，相当性价比高。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就是有点烫啊，中间的转换器。可以不用这个了啊，当然这个我们有的卖啊，这个有的卖。然后棒棒糖，然后感谢大家观看数年就为您呈现的实验视频。如果有更多的需要，请关注我们官方认证、企业认证的公共微信账号。然后您可以在里面您搜索"树的烟具"在微信上就能找到我们。然后您可以在里面看到我们每天都会有秒杀活动，然后我们会增加一个纸的菜单，专门是让你可以看到最新的视频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更加节约时间，就能看到我们最新最好的东西。当然有颜料的话，你看这里都是颜料，你可以购买。微店，感谢大家观看数点就为您呈现水淹视频 ，Goodbye。然后我等下再录一个视频，拜拜。